人家妈妈娘就是搏击吧。嗯，我西点娘们就搏击。讲究些都啊。我的娘，那个比较薄嘛。嗯，他都不如杨姐我给啊。姐不看，姐不乖，再看阿拉娘们。你看我妈，今天讲赶集就起了这么早，喊我等到楼，我个把那个阿姨姐演一个山都带个毛。嗯嗯。啊。杨雪哥，我讲什么？哎，我也讲了啊。给自然啦。嗯。嘿嘿嘿。啊，姐夫去发酵一下啊。嗯嗯。今天是早上的5:10啊，你看，现在天多亮啊。你说以前冬天的话，5:10多少黑压压的。哇，你看今天的蓝天白云。我们来赶集了，现在到这里5:00多啊，还没到6:00。然后我们把那个上次泡的那个猪水啊，拿来卖了，找个位置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位置。好，给位置啊。出租咋不要个？这是摆的地方啊，那个位置被人家占了，再去找一下其他位置。没得啥河。好，靠着都玩这个。你可以去这个啊。把你的钢痕。我要用带电脑还是一个钢痕。哎呀，快个钢痕。那把都那补路都发不了豆豆去了不啦。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哎，养着玩的。用的钢痕嘛。哎，这个位置挺好的啊。嗯。一个矿业平衡了。嗯。不要提给了，那提完后吃的。哎，你拿电源，俺不能摸摸东西掉一个。不了，俺都发不给个。他不等俺先摆个，等一阵我跟摸摸东西。等一阵去，也一分不给。毛阿伯喽，就为毛阿伯喽哎，毛阿伯谁？阿姐，毛阿伯喽。也毛阿多。啊，你一样东西不是通抢是吗？六块钱。偷地道嘞，你就点了钱了。嗯。这个水好吃的很。多少了嘞？买多少？买几百。一斤是啥？嗯。啊。那个泡酒包。泡酒包，这边出。不打。不打。你给点点开胃道嘞，真好嘞。哦，那是的，那肯定喜欢到四川的。哦，是，那肯定喜欢吃的。多谢啊，好，谢谢啊。鸡肠干。我答应了。3.8。3.8双三碗面。刚才我们放在这个老板的店门口啊摆摊啊，他不收我们摊位费啊，然后我们给他弄一点泡枕过去，完了。哎呦。好，老师。好不容易了一点点嘞。这个年干好嘞。我来个。小年。小年干。有啊，只要他那点要不。得不。哦。这个了。班长等那个。走啊。啊，忘记背啊。哦，一个三个都好玩了。嗯，我这个，你接这个。
要到八点嘛，不给俺妈跟妈妈都去点呀。我老妈没开没开，俺都没开嘛。哦，没事了没事，不快个啊。多快了？嗯。我这万一的你，把模式全部看看模式。快了，模式。哎呀，很感人。嗯，好了啊，忙了多没？忙了多了。嗯，来。嗯，接了你接了，抓住自己去了。嗯。嗯啊。哎呀，慢慢摸不来了啊。嗯。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也快到饭点了，妈妈了。今天其实这个结果挺意外的，我本来以为啊，我妈妈带的玉米和土鸡蛋啊，应该卖不掉，因为很多人在卖这个东西，没想到全部卖光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泡水啊，这个很少的吧，应该能全卖光。你看还有这么多回，这么多没买，下次再卖了啊。哎，回去。我爸不舍得我把这个泡水拿到这儿卖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，我爸也得吃了。这个妻子给他对风啊，风得嘞，跳舞，嗯，对，你喜欢毛的不呀？喜欢，我穿一个都想不通毛边，我在那里一个毛毛边。他剥落了，剥落该折了。我给折的毛边，他的毛很。给他一个后背个看嘛。哎，放下不就么叫没有带了？一个，嗯，后背么就啊。嗯。Yeah.